方爸都没有跟家里面的人联络吗？没有啊。董天良，你怎么跑来啦？我找不到你就打给嘉豪，才知道啊，你爸一整晚都没有回来，所以现在要怎么办？要报警吗？再找找再说吧。妈，还是我们打电话给刘副理，说不定他们昨天晚上跑去喝酒，喝醉了。不会的，你爸如果跟同事在一起，他们一定会打电话告诉我的。爸，干嘛？你去哪里了？你这么晚没回来，也没打个电话。对不起，我昨天晚上心情糟透了，我跑去找一个朋友聊天，后来我头很痛，就迷迷糊糊睡着了。那应该打个电话啊，妈担心一整晚都没睡。我刚才不是已经跟妈妈道过歉了吗？爸，爸，是我不好，昨天晚上我不应该惹你生气，对不起。也许是我不应该生气，嘉豪，昨天晚上我说那些话，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，你就留着；你觉得没有用的话，就把扔了吧。我去拿资料，准备上班。方爸，我送你去公司吧。爸，你早上吃了吗？要不要帮你买一个早餐或者是咖啡之类的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建良，我不放心把我女儿佩慈嫁给你，你不怨我吗？我不会啊，我觉得方爸不是针对我，感觉你对很多人都不放心，所以我还好。你现在是在挖苦我吗？这不是啦，这个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个人觉得方爸不管是家庭责任还是事业上的责任，感觉都蛮重的，就你会把很多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，也是蛮辛苦的。所以我这个人很啰嗦，很讨厌吧？更不是，如果我爸能像你一样没日没夜的为自己的家庭付出，身为小孩的我一定会感觉到很幸福。可惜我爸已经消失很久了。哦，幼兰香水广告一个礼拜交片。刘副理，这 case 你接的？你是要我们公司招还是砸了这？我，那回答我问题啊。幽兰香水，我不清楚啊。方经理，你要跟总经理报告一下，你业务部出了什么问题啊？没有问题，这支广告片一个礼拜绝对可以交片。高画质加上后置特效，一个礼拜来得及吗？你告诉我。这支广告片没有要做高画质，后置也没有做特效。方经理，你是没有搞错了。你让我想一想，你最近搞错多少事情？跟总经理开会你迟到，跟客户开会你让你晃神，一下忘了这个，一下忘了那个，到底哪一件事情才正确？你现在说的是正确的吗？你的脑子还可以负担了吗？你说够了没有？幽兰香水最后签订是不做高画质，后置也不做特效，合约书早就送到你桌上，你看了没？你看了没？合约书什么时候送我桌上？你偷了回去了吗？你看一下上面这个日期第二行，这是合约书送到你办公室桌上日期，你看清楚了没？你看清楚了没？哎，方经理，现在谁脑子没用？现在谁偷过回去？我要你把话收回去。我为什么要把话收回去？你不停地扯我后腿，你不停地扯我后腿，你这王八蛋，你以为干掉我你就可以接老总位子当总经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不理你，你把我当成白事。你说谁偷过回去？你说谁偷过回去？你说谁？
爽啊！华哥，你刚刚飙了大快人心，爽度一百。你少在那边给我嬉皮笑脸！你知道我为了今天会议，我花了多少时间，我花了多少心血？我把每个细节、每个 case 都重新蕊了一遍，蕊到现在我头痛死，你知道吗？是是是，我知道。刘永静啊，我拜托你争气一点，别再被人打脸了，好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好你个屁！你刚在里面连吭都不敢吭一声。永静，你是我一手带起来，与其看你被人打脸，我不如自己打你。哎，哎，经理，你不要生气了，哎呦，不要生气了，怎么了啦？哎呦，不要生气了。怎么了啦？你今天好像怪怪的。没事，我不要玩，我不要玩。照片通通传给他老婆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。等一下我就过去摘花材。好，好，待会见。好好，我知道。等一下我就过去摘花材。好，好，待会见。整晚都在他家喽。喂喂喂，吴姐，我已经把你的车开过来店门口了。车？吴姐，你不是要去拿花吗？哦，花，我记得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打电话去店里，怡宝说你来拿花，我就直接过来啦。你干嘛一直站在这啊？还没挑到喜欢的花材啊？
没什么，找我有什么事？就爸啊。你爸他又怎么了？我觉得他最近很奇怪，昨天晚上没回家，今天回来还摆一张臭脸。我怕他是不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才会爆冲。妈，你今天还有跟爸联络吗？妈，你怎么啦？妈，你还好吗？你怎么啦？为什么哭了？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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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啦？妈，妈，发生什么事啦？